天寒流只有十一度，但是我们 iBingo 是热血的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明年四月份要去参加世界最大最狂的水战——泰国泼水节。你知道吗？在每年的四月十三，泰国世界各大城市都会举办世大二的泼水节，也称为送干节。啊，干什么干？不好意思，讲错了，是送干节。送干节是泰国的传统新年。这一天，当地的泰国人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都会跑到大街上，拿着水枪射来射去。哎，喷什么了？屁嗨！场面非常的嗨，肯定比现在还嗨。曼谷的泼水节可是 world class 的玩水节庆。为什么要泼水呢？是为了要洗净一身的坏运，把这一年来的烂心情给冲掉。越冲越湿，就越 lucky。然后去泼水节就要准备水枪，然后我们将会带你去一级战区考山路，去体验消防车的高压水柱。玩不够，我们晚上可以带你去曼谷最知名的夜店 RCA 继续 party。虽然我们是一群嗨咖，但是我们是一群有文化的嗨咖，我们会带你去体验深度的泰国文化。我们带去看泰拳，学怎么做泰国料理，还有去逛传统的水上市场。当我们体验完了曼谷的泼水节之后，我们会前往泰国的度假胜地帕塔亚。帕塔亚的泼水节叫做 One Night Festival， 当天整个海滩大街会被封锁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在大街上打水战。然后之后，我们晚上还可以去帕塔亚的 Walking Street 去体验他们那个花花绿绿的夜生活。力有实力，快加入 iBingo 水军团！2018年泰国泼水节大战等你来报名。We want you， 一起 drink， 一起 party， 一起玩水。祝你新年快乐！祝你闭麦。啊！